开玩的手哈。好，这个那个 USB 的灯也很好，这原来就是讲一个大家如果大开关，然后接 USB 这样。好，那你可以在房间暗暗的时候，这个呢，这个是长这样，然后它是它出来是这样。好，那如果这个直接，哎，这个电扇还在试哈，它如果直接插进去，它就是会亮，所以要找这种直接插到，USB 孔就会亮的这一种，就很适合做 USB 改装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